好，哎，握握手啊，好贴心。直播间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 YSL 的天猫直播间。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今天下午时候，龚俊呢已经出现过了，可能是在现场的小伙伴，或者说当时在看直播的人才知道你今天的这一身造型。但还有很多朋友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看到龚俊今天难得穿一袭黑衣，真的好帅好飒呢。谢谢谢谢。嗯，哎，今天这身，嗯，主要是为了契合咱们 YSL 的这个主题。对，没错，嗯，就是我们就是翻天覆地的爱，非常狂热的爱。翻天覆地跟之前造型有点不一样，穿的比较，嗯，怎么说，禁欲。对对对。对，我想跟大家说，其实龚俊他今天真的非常的忙碌，其实很多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在想，你要赶各种节目啊，还要赶各种通告，那你怎么可以保持最好的一个状态？嗯，保持状态。对啊，因为你看大家永远都是在嘴角上扬的。其实就是在镜前或者是在工作前，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嘛，别人也在工作，你也在工作，那当然要用最好的状态，嗯，来让观众朋友们看到，让大家看到，来回馈别人，对吧？对的，都是工作，工作就得开心一点。对啊，那其实工作很多时候可能睡眠时间会很少，你现在最近的睡眠时间都在几个小时？呀，最近是挺少的，真的是挺少的。对，最近工作挺多的，就是。要经常跑通告，就晚上飞回剧组，嗯，早上开机，然后可能第二天又得飞。对，但是这些工作都是进组之前接好的、定好的，那就没办法，得先认真的完成。那下个月的话，可能通告就没有那么多了，对，安心拍戏了，也没有。不像这个月这么忙。对，就哪怕那么忙碌，其实你每天算不算给自己打鸡血，告诉自己啊，我要开心哦，我要努力哦。哎呀，是呀，就刚才重复到刚才的问题，对，镜前你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哦，今天来之前我还仔细想一想，龚俊每次状态这个照片都拍得很好，那真人到底怎么样？果然皮肤也超级好，哎，谢谢。对，好细腻，谢谢，也没有任何疲惫的状态，所以敷了面膜吗？今天来之前敷了，当然敷了，每天都敷。哦，现在每天都敷了，每天都敷。哇，怪不得，所以勤劳的小仙女们要像龚俊这样好的状态，我们一定要做好美容保养工作，而且还要像她这样有很好的心态才厉害了，对不对？是的，是的，嗯，是的。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粉丝在我微博下留言说，让你一定要注意身体，说你越来越瘦了。谢谢，谢谢。对，哎呀，一定要吃多一点啊。对对对，吃多一点，吃多一点。下个月的话，我就可以。健身了，我都一个多月、两个月，将近两个月没有健过身了。哎，不瞒你说，你说，我从《山河令》开播以后，不管是健身还是游戏，基本上都没有碰过了，真的没时间了啊！哎呀，所以内心其实很想说能够还有时间，但你只能偷偷的去健身。也只能偷偷的玩游戏。健身可能去健身房也不太方便了。嗯，在家里嘛，电上运动。玩游戏是没时间玩。对，电上运动可以。你有没有做那些什么核心训练？哦，就睡觉，就到酒店赶紧睡觉。明白，对，就是睡觉也是最好的养生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哈，龚俊来到了我们活动现场。你觉得其实对 YSL 这个品牌你是怎么去认知的？他给你是什么样的印象？跟我们直播间粉丝说一下。嗯，今天下午我在活动现场也说过了。啊，对的。我觉得哈，我在我印象中 YSL 就是一个非常年轻、前卫、时尚的一个品牌。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今天在活动现场哈，不光是咱们这个舞台搭的非常有这个契合主题，翻天覆地，然后还看到了直升机，对，我还挺好奇去拍了个照。哦，对，你拍照的时候真的山上山下的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拿起手机在拍你。是是是，对，你有注意到他们，然后也跟他们打了招呼，对不对？哎，对对对，都是来看我的，谢谢。真的是，哎，其实提到我们这个品牌 YSL， 它经常是最以这种不羁啊和特别的方式去呈现，也向每一位向往爱的朋友们去表达炙热的爱意，也见证了很多为爱发生的故事。所以 YSL 它有个slogan 叫做 YSL is love, love is YSL，所以爱就是 YSL 永恒不变的主题。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俊俊子，其实你觉得你自己看过或者喜欢的有哪些电影或者说剧目是跟这个爱有关的，能跟我们分享吗？可以分享。哎，我正好你说到了，我就说一个我之前也用过的微博背景吧，因为这部戏比较契合咱们这个翻天覆地的主题。哦，它叫是部英剧，叫做《去他 X 的世界》。然后因为两位主人公的相遇和这个一起走过的故事过程，就是为了彼此
去改变，去翻天覆地。哇哦！而且非常丧丧的甜。丧丧的甜，就让人看了很纠结。是的，是的，推荐你去看。哦，那我其实更喜欢看那部，就是你之前说的最喜欢那部电影，叫做《怦然心动》。怦然心动，那是那是讲初恋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那种纯纯的爱，就是没有捅破，也是很美好的。是的，是的，那部电影它的视角也非常奇特，通过两个主人公的不同视角展现。嗯，所以非常新奇，推荐大家去看这两部戏。对，你这部戏是在什么时候看的？因为这部剧还蛮早，《怦然心动》。怦然心动很早了，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是大不记得了，很早了。那我觉得你肯定记不清，里面有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 Judy， 她就因为坐在那个男生的后面，他们是在上课嘛，她喜欢闻那男生身上的味道。哦，她觉得那个味道就会有治愈的力量。有可能男主身上就擦了咱们 YSL 的。嗯，对对对，所以气味都是有记忆的，就是不是说不定呢？对呀、啊，说不定呢，说不定以后俊俊子他拍戏就开始喷 YSL 香水，说不定呢。对，让那些剧组人员，哪怕你走了，这个味道还在他们的心间，对不对？觉得是不是很浪漫的感觉？有可能，对不对？好的，那所以关于爱的这个故事，关于爱的主题，我们今天要好好聊聊。那其实我刚刚在下午活动也聊过了，说五月份有很多特别的节日。有特别的日子，你可以细数一下，从明天开始就有。明天知道是什么节日吗？劳动节，属于你的节日。明天放假了，你们。但是开心啊，你们。但是劳动节，我们俊俊子一直要在劳动。对，我在工作。是的，好，接下去还有五四青年节，也是跟你有关的。啊、是是是，青年节、嗯。对，你还去录制了这个央视的。对对对，推荐大家五四青年央视央视一个晚会，大家推荐大家去看。对，可正可红了，那个样子一看就是跟正苗红的好孩子。是的，是的。表演什么节目呢？哎，唱歌一首，有点跑题了。哦，没关系。推荐大家去看嘛，非常一首非常非常有律动感的歌，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会过耳不忘。对，当然还有很多人会去看你们这个整个家族的团建演唱会。是是是是是，哎，但是这个说太多了。但是这个说也没用，就抢到票的就抢到了，没抢到票，哎，看没关系，看直播，是是是，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对吧？是的，看直播，对对对，当然还会有，包括像母亲节也是在五月，对，节日很多哈，对呀、啊，还有就是520那个特别的节日，对不对？520，对，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 YSL 直播间也希望把这种浓烈的爱意都给到我们所有的粉丝们，那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也提到，可能我们龚俊还没看到，这个是今天你来到直播间给所有你的粉丝准备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只要你们今天购买香水。所有的粉丝们记住备注密令，就是龚俊，就会得到 YSL 为大家准备的高定的手链一条。哇、wow、哇、wow, 很好看，很有质感，对不对？对，挺有质感的，还有 logo。 对，酷炫的女孩。嗯，也或者你看它够长，你可以绕两圈戴在手上，还可以变成什么？因为它够长，这是可以干嘛？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当成项链变成 choker、哦、知道吗？哇塞，第一次听说啊、哦，真的啊、哦！所以你看，时尚的知识又增加了呢。是一试多用，一试品多用。哎，对对对，好。说到这里呢，刚刚已经提到了送给大家会有这样特别的礼物。那所以，龚俊来到直播间，怎么能不发福利呢？我们第一轮的福利抽奖就要开始了呢。抽起来啊、哦！抽起来，好的，抽起来。但是要准备这个密令的，对不对？好，我们刚刚也说了，如果你下单的话，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高定的手链，备注龚俊。当然，其实同时还能参加我们直播间的签名照的抽奖。刚才龚俊在开播前。签了好多的照片呢，所以这一轮第一轮我们就要送出3张龚俊的亲笔签名照，是送，可以送、哎、好，来请龚俊公布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抽奖关键词。抽奖关键词、YSL 狂爱之旅。好， YSL 狂爱之旅，大家可以刷起来了。是的，刷起来。YSL 狂爱之旅，真是不好意思。怎么了？我被蚊子咬了啊。真的吗？真的好痒哦。蚊子都很爱你，就过来叮你一下了。花露水。你确定吗？真的，这好痒。我一直不是过敏、不是过敏，我被蚊子咬了。哇，你看这个季节，你们这香水有防蚊子的功能吗？有，哎，所以你再喷一下，不然待会儿真的假的？真的，所以大家先刷起来。YSL 狂爱之旅，YSL 狂爱之旅，连蚊子都开始对你进行狂爱之吻了。喷一个，你确定喷这个？我觉得要不喷这个啊？你啊，可以，你看静静子把我们的香水当成另外的用途。真的，我这都肿了，大家看。肿起来了、其实还好，看不出来、还好，我们有滤镜，你一来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上了温柔的滤镜，它都被磨掉，看不清楚了。好不好？来 YSL 狂爱之旅。好，我们将会截屏前3位名字清楚的粉丝。来，龚俊倒数3、2、1，我们一起来。好，准备3、2、1，谁？我来看一下。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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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我们截名字清楚的好不好？好，从这一位开始。嗯，好的，要告诉大家，第一位就是多拉多拉变变变，多拉多拉变变变。嗯，第二位是我们的心情，好的，来看一下心情情情心，嗯，心情情情心。哦，第三位，恭喜你，这个 I M 零一零二一四八的一个微笑，恭喜这三位粉丝好吗？都是在屏幕上特别清楚的，赶紧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然后提供你们的订单和截屏。就可以获得我们龚俊的亲笔签名照了，恭喜这今天首先三位，哈哈，特别特别优秀的幸运儿。好的 ，OK， 我们保存一下，保存，稍等啊，我来保存一下。好嘞 ，OK， 好的。那如果你这次没有被冲到也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嗯，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关于爱是 YSL 他圣罗兰一直不变的主题，所以也是圣罗兰先生他自己对巴黎的爱因为太过于狂热了，他才会把这座爱的城市放到他的香水设计里面。哎，所以我想问一下龚俊，你有去过巴黎吗？我没有去过巴黎，但是我来之前做过功课，好像这是唯一一款以巴黎命名的香水啊，真的是这样。是的哈，对，嗯嗯，所以非常的独一无二。对，因为它是关于浪漫的故事，然后呢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品牌，所以这一款香水它其实之前还有三个姐妹，它是最新的一款。对，是，然后所以这个它这个 YSL 反转巴黎这个家族，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呀？对啊对啊，就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它就像是一个人一样的。这次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花药系列，它是爱到极致的浓烈，也对应着是最炙热的爱，就爱到了天翻地覆。哇，爱到疯狂。哎，它有一句广告语特别美，你感觉一下，只此一瞬狂爱一生。哇塞，只此这一瞬就狂爱一生了，喷上之后这一瞬间就狂爱一生，就有点像是一见钟情，但是忽然就被get 到了，就费洛蒙就开始有很多很多了。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炙热的爱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很多时候，哎，你觉得你喜欢的这种爱在你角色里面能够体会到是天翻地覆的有哪些？嗯，我先说个题外话。哦，你说。刚才我喷了感觉没有那么痒了。真的吗？哦，真的。哇，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就不痒了。其实每一个真的不是打广告。嗯。就是瞬间被这个味道和它的能，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是有很多特别的成分嘛，比如说会有我们的这个蔓越莓啊，还有我们这个就是橙花，哦，橙花是起作用的，是吗？橙花，因为经常我会用橙花的纯露去敷脸啊，它是有镇静的作用。哎，真的，这个你看前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是的，是的。真的，俊俊子，你看他自己亲身体验了。我真的不是打广告，是真的有点。我知道，因为射手座的脑洞都很大，我可以理解你。是的。的确把最真的感觉告诉大家啊！你说，我们回到主题。好的，好的，你来 Q 这个主题。刚才我们就说了，有哪些角色是让你觉得能够为爱就是天翻地覆？每个角色，哪个角色？每个角色其实每个角色对爱理解的方式都不一样。哦，那天翻地覆，天翻地覆，那我得说说。最近的啊，正在播出的《山河令》里面，正在播出的已经播完，但在你脑海里是它一直在播的。对对对，温客行。对，他就是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不管是亲情友情，对，为了所爱之人不顾一切的付出，真的是这样。不管是闹的把江湖闹的，把这个伪善的江湖付之一炬。里面你说的时候，那个老温的那种眼神，凌厉的眼神都开始对准镜头了，可以来个特写。他刚刚一边说就一边就感觉又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啊。真的还好，真的吗？对，我们先抽离出来，就想着说他不管是对阿香，对不对，像妹妹一样视如己出，对阿旭那种兄弟知己的感觉，还有对那个前辈，对不对？对对对，喜三鬼叶白衣，对对对，喜三鬼是，就是只要你们对我好，我铭记一生。如果你们一旦遇上危险啊，奋不顾身，对，不顾牺牲都没有关系，天翻地覆，头发白了也没事，只要你在。是的，疯狂，就跟我们香水一样。真的是这样，哎呀，所以你看，就像我又延伸到想说，追剧的粉丝们也一直是这样，喜欢你这个角色，粉丝们也这样，他们对你的爱就是这样天翻地覆。不管你去到哪里，现在因为是疫情还受着限制，我觉得如果哪一天 YSL 他们在法国办了活动，然后可能就是他们因为俊俊子就天翻地覆飞到法国去追随你，说不定也是可以的。说不定这种爱就是很特别、很极致的，就像是我们的香水一样。如果你买了这瓶香水，就说明你跟俊俊子的这种疯狂的爱就连接起来了呢。谢谢大家，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好的，哎，那你刚刚已经是喷过了这个香水的，你味道怎么样？哎，我在现场说了，就是
就是刚开始喷完之后真的挺甜甜的，就是感觉像是吃了糖果一样。是啊，是的，然后后面主持人跟我说，因为我之前确实我这个人哈，不太爱喷香水啊，这样子的。然后今天我突然感受到香水的魅力了，过了一会儿，然后真的有股玫瑰的香味。对，就是因为你喷的这个是女士香水，女士很甜甜很腻腻的，但是我觉得啊，它应该说是清新的味道，清新的味道。它刚开始你刚刚喷的那一下，它出来的应该是清新的水果香味，是是是，对，甜甜的，对对对。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重磅的代表爱的浓烈的味道出来，就是玫瑰，聪明，就是我们的玫瑰了。它的玫瑰呢，还是有很多比较特别的玫瑰跟大家可以说一下。除了有大家熟悉的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之外，它还是有非常珍贵的一个叫千叶玫瑰。我今天说过，对，是的，直播间的朋友他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玫瑰呢它是产自于法国的，而且呢它只是在每年的五月份才会绽放。哇塞，绽放在五月的某个清晨，而且老枝绽放完之后，上面的花骨朵绽放完了，来年它的那个枝就不再开了，就新枝才绽放，不会在本来地方再长了。啊，就是太珍贵了吧，这样。对，是的。所以呢，就是这种温柔珍贵的气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香味的成分，它们缠绕在一起。对，就是推出了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反转巴黎的一个花药香水。哎，那你知道提到玫瑰，你知道什么叫做玫瑰盏吗？我不知道叫什么叫做玫瑰盏。对，玫瑰盏就是说它因为里面有玫瑰，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直男盏或者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它就是一种狂爱的意思，特别让人觉得你说到我内心了 ，cue 到我心里面了那种感觉。狂爱就是天翻地覆。对对对对对，是的。反转巴黎。对对对，好的。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样非常珍贵的一瓶香水，因为它会有这个千叶的玫瑰，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五月的玫瑰。它有这两种玫瑰在一起了之后呢，就可以让你感觉到慢慢的被刚才清新的味道所又慢慢沉浸下来去品味，就是对，就代表着一生绽放一次，非常珍贵。对的，哎，所以提到香水，你刚刚说你平时不怎么喷，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来粉丝谋个福利，你来亲手示范一下公式的香水喷法，你会怎么喷呢？我知道的一种是，之前我看有女生她们是喷在这个位置，手腕这边，是不是要搓一搓？哎，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不用去搓它，不搓，就是轻轻的按压，轻轻按一下，它就可以在这个脉搏的跳动当中融进去，这个味道就可以慢慢的散发出来，不用去用力的揉搓，反而会影响香味的散发。学到了吗？学到了。对，那除了这个比较常用的方法，你觉得你还会有什么样比较有意思的喷法？我看影视剧里面是不是？对，你来比划一下。是这样哈。喷一下，然后往前扑一下，是不是？对，这个就是香水语的，就是像花洒式的喷法，就感觉是在那个就感觉沉浸在其中那种。对，散发出来了。对呀，就是让你发丝啊，让你肩膀啊，每一处都可以落到这个香味的气息。所以也是正确的。也可以，这是浪漫的喷法。当然，你也可以自创一种喷法，你会怎么？自创，我没有自创，没有自创的喷法，没关系，那就可以像刚才一样，香水雨，然后自创喷法往衣服上喷，往衣服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不会浪费啊，这样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了。那会不会太浓？它其实马上都会随着你行走啊，或者做其他一些事情，慢慢散发掉，就会变成了中调和尾调，就变成是一个香薰的衣服的香薰味道，挂在那个衣橱里面都会散发，整个橱里面就散发味道。这么多种喷法。对呀，多浪漫啊，对不对？今天又学到了呢，对不对？学到学到。对的，好的。其实呢，我也就是看到刚刚有关注到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哇，都开始在刷了我们的这个花药香水，还有我们的反转巴黎家族，跟其他的那个香水有什么不同？其实呢，花药香水是我们今年的2021年的新品，它也首次采用了是一个木质香调和玫瑰香的搭配，可以让香味更加的丰富有层次感。最主要，它也是柔化了香气，对不对？所以呢，对，刚刚你其实刚也我知道你做了功课，是这个一瓶，你看特别的玫粉色的，它像什么？像玫瑰，像玫瑰，也像一块宝石吧？是它这个设计，而且它颜色是桃粉色，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桃花是不是？对，桃花，所以跟桃花有关，就是女孩子很需要，男生可能也需要，要招一些好的桃花。好的桃花啊，桃花运就可以来了。喷上，别招这个，喷了这个，希望喷了这个，希望大家应该不会招到烂桃花。
好啊，对，都会抓到好的桃花，对不对？嗯，其实我们也知道呢，每次我看你的各种直播啊、视频，我就都会在想说，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所以应该会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不对？爸爸妈妈是不是他们都会那种特别特别可爱的一种交流方式？家里那种气氛。哎呀，其实我父母哈、啊嗯、就比较传统。哦，真的吗？但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别宠，从小。啊、哦，怎么宠法呢？他们对你的爱是怎样的？哎呀，就是翻天覆地疯狂，也没有到疯狂。嗯、是怎么样？宠你到什么？哎、就不顾一切了，就从小就很宠我。嗯，你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你喜欢吃鸡腿，今天烧八个给你。是，就对我爷爷就会这样。啊，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你爷爷会烧菜烧得很好，是吗？非常好。对啊，而且你家里是爸爸烧菜的，对不对？对，我，哎呀你。真的。姐，你做功课做得太足了。因为喜欢，所以热爱，所以你的厨艺也很好，对吗？也不敢说厨艺很好，但家常菜还是可以做一做的。对呀。家菜。嗯，传菜，所以你看爸爸的那种儿时这种，我们都说妈妈的味道，但你们家可能是爸爸的味道，爷爷的味道。嗯，对对对，有哪些味道会让你特别印象深刻，记在心里的？我爷爷给我做那个豆腐，自创的、嗯、豆腐里面加肉。哇！小时候吃的，还有回锅肉。可以吃多少？你知道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用那个油拌饭，油拌饭剩下菜的油拿来拌饭，非常好吃，就很下饭。现在不能这样吃了，当时可以吃几碗。吃很多现在。哇，所以你才长那么高，真的。那爸爸呢？哪手菜是什么？我爸做鱼做鸡还我爸做的烧的鸡。对，我爸烧的鸡。创意的一些菜都很好吃。啊，对 对, 对, 对吧，对对对，嗯，会很辣吗？因为你是四川人。我回去他们做的不是很辣。就是特别迎合我的口味、啊、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特别的节日里面也可以给自己心爱的人，不光是你的爱人，包括你家人啊朋友啊，都可以送上这一份礼物。嗯，当然我们知道龚俊呢在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有不俗的演技，所以跳脱出角色来，以自己的眼光来看，你觉得自己这些角色的性格，我们来看一看，可以做一些链接。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这个互动小环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罗列了你之前包括现在还没有播的一些剧的，你看你可以来进行一些链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笔给你。好，哎，这大家看到了 那看得到吗？好，那我你先连好之后跟大家来分享 好吗？嗯，好，分享一下啊。好，有霍岩，你好火焰蓝，还有山河令的温客行，还有林睿，从结婚开始的恋爱，还有一个是赵泛舟，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来跟大家说一下。哎，先说霍岩吧。嗯，我觉得霍岩啊，如果要用香水的调调来形容，香水的调性来形容，有花香、花香调、果香、果香调、木质调、柑橘调，还有海洋调。我先选花香调。花香调给谁？那肯定就是这个，咱们温大公子了。哎呀，温大善人，温大善人，花公子。他不花，他很真心的，他是很专一的，他穿的很花。啊，是。然后这些词儿也很花。对啊，好，果香，果香，木质。柑橘、哎呦天哪，这个有点难选。木质选霍岩吧，为什么？消防员呀，那得时刻做好防火，防火隐患。木质非常容易起火啊。然后，哎，果香，果香，还有柑橘，对，都是甜甜清新的味道。这两个怎么选？香，当然还可以有海洋调，也可以。海洋，赵泛舟。啊，赵泛舟名字也很海洋，名字里面有三点水，就给他了海洋调。果香林睿挺甜的，挺甜的，对，挺暖的，对。哪怕一开始可能好像角色里面有被迫的一些感觉，这个我没说这个连线啊。霍岩适合做朋友，时刻给大家宣传消防知识。好的，温客行社会主义兄弟啊，林睿他都结婚了，老公。赵泛舟他就是男朋友 OK 完事。男朋友，哎呀 OK。 你看做这个题目都做得那么快，那么潇洒哈。好的，其实我们也是很多人会看到你演的一些角色之后开始再去看你很多以往的一些角色，才发现你真的也是一个宝藏的男孩，其实饰演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对，你在这么多角色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有挑战性的，比如说心理医生啊，消防员啊。是对啊，是这种角色你先前会要做很多功课吧。对，每个角色他真的他职业不同，就是360度完全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心理咨询师，你会不会现在就看人就知道此刻他心理状态什么样子的，在想些什么？你得观察他的微表情。微表情真的，我们拍很多就是一个眨眼啊，就刚拍的。那他可能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对，而且他还是个大学教授，他的词真的太难了。真的，但我知道你背功很好。哎、我的天哪！前段时间是我们去教室表演上课的戏，给同学讲课。怎么了？那个词儿啊，我真的提前背好久。
啊，跟温客行有的一拼了。真的，但其实也都全部拿下了。拿下了吗？啊，那演完这个角色，你就已经能察言观色，看周围很多人他们的微表情，可能他不想说的已经通过表情。哎，是真的，演戏真的能观察不同样的人生，对，体会他们不同的心路历程。对，因为你特别单纯又特别直率，可以通过这种技能来分别哪些人是真心爱你。我也不单纯。真的吗？没有没有，可爱的男孩哈。因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角色都会各不相同嘛，身份也不一样。那既然呢今天我们是邀请龚俊提前跟大家一起来过520，那么520的专属的宠粉福利也就来了。所以要请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道具卡片。我们分别制作了身份牌还有香水信，那龚俊呢需要分别抽取一张根据抽到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要来诠释信件中的内容，要隔空送出祝福给很多粉丝们。 okay, 好的。对，那至于对谁表现呢，我们将从直播间要抽取三位粉丝获得这份专属的宠爱，所以大家可以在弹幕当中刷我要 YSL 公式香水信，我要 YSL 公式香水信，我们会截屏前三位幸运粉丝，然后送上由龚俊为你送上这个520的专属公式祝福，并且要为你喷上 YSL 的花样香水，是不是很棒呢？我怎么为他喷呀？就在屏幕前喷，他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对，他们可以截屏就告诉大家，这个是龚俊给我喷的哦。Okay, 他此刻要开始喷了，可以录屏了。对，因为隔空嘛，对不对？吓我一跳。你以为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到现场吗？因为这个香水的味道就可以有这种功能，可以，所以大家来一起来刷起来好不好？我来听一下，要刷的就是我要 YSL 公式香水信 ，YSL 公式香水信，好，刷起来，刷起来，我们就可以待会儿要看到龚俊要给大家来送这份福利了。好，我来退出一下直播间，来进去一下，这样可能信号会更好一些。OK， 好 ，YSL 公式香水信，哦，果然看到了，好的，要大家刷起来，我要截屏喽，来。我们龚俊给大家说三二一好不好？三二一停。好嘞，我看一下，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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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的，哎，正好是有三个，真好。第一个是血族的涛艳，血族的涛艳，然后第二个是最近刮没了，最近刮没了。第三个是柠檬咸蛋黄，柠檬咸蛋黄，看得到吗？我给大家放大一点。OK， 好，血族的涛艳，最近刮没了，还有柠檬咸蛋黄。哦，好的好的，我刚才看到一个这个假粉丝啊，为什么他公都给我打错了，他可能是激动的吧，你要理解很多。对，但基本上他们都这里个这几个都是对的，这三个是对的。是好的，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来，好看一下这个互动游戏。来你选一下，我要干嘛？你先选一个身份，身份这里有不同的身份。哇，翩翩公子。好的，然后呢你要选送出公子温润如玉，对，送出这一份祝福。八面玲珑，先来选一个。哎呀，台词都背得印在心里了。用相连接同属无你我的记忆，这是要用翩翩公子的感觉来说这段话，送给粉丝。用相连接同属无你我的记忆。哎，当然他得，我觉得有道具。可以啊，我都没看到啊。你看，就是要给你惊喜的翩翩公子来了。相连接同属于你我的，大家可以用相连接同属于你我的记忆。哇哦 ，get 到了吗 ？OK OK， 过来过。导演说过，好的，来第二个，换一下我们的身份。温柔暖男。好，对我们第二位粉丝说的。来，然后干啥？抽一个。抽一个话，温柔暖男，你要有别的吗？开心生活才能亮。我看到那个粉丝会说很喜欢看你戴眼镜，你要不戴一个这个？怎么样？暖男为什么要戴眼镜啊？暖男其实因为这个暖气太足了，用眼镜要遮挡一下，这样的话看哪个。哎呀我天，一直保持开心生活才能亮晶晶。好押韵啊。 okay, 好可爱。好，来第三种风格，我们来看一下。哎，刚刚那个第三是这个哦，来，哎，是不是这个？刚刚是在这儿没有了，这是我抽的。真的吗？哎呀，好的，好，还有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你选一个，就抽这个吧。龚俊本人啊，换一个这个好不好？霸道总裁。行。我要这个，我们一起来听这个。那你这抽题也没什么意义，反正都得完成。好。愿得一人心，不要总相亲。霸道总裁。霸道总裁，你还有什么工具吗？OK， 这个也行。啊，这个也行。愿得一人心，不要总相亲，啥意思？愿得一人心，不要总相亲。对，不要总是去。不要花花肠子。不要
沾烂烂桃花，要专心专意。嗯，愿得一人心，不要总相亲。哦，好酷！这个我觉得可以截屏，然后不要去招烂桃花。后期 PS 一下，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弄一个符出来，避免烂桃花。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和龚俊聊了这么多关于爱的话题，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通过我们 YSL 的花药香水，大胆表达出炙热的爱意。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为了迎接我们的520，我们 YSL 也特别推出了这款少女心满满的一个香水礼盒。嗯，相信每个女孩子都会很难以拒绝这样的一份甜蜜礼物了。是的。对，我们的香水礼盒可以在啊，来，请工作人员拿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咦，笑什么？为什么大笑？知道，知道了，知道了。哦、嗯，好的，好的，好的。好，你们看一下这个礼盒，这个是龚俊之前已经签过名的喽，就在这里哦。哎，嗯，哎呀，这个礼盒非常有质感。这丝绸摸起来像玫瑰花瓣一样。哎，要特别跟大家说，这个礼盒很特别，它是一个丝绸像缎面的材质，跟普通的一般纸质礼盒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很高级，然后又非常的有这个跳跃感、嗯、颜色最主要是你看全球独一无二只此一个的礼盒，因为有龚俊的名字在上面。也没有独一无二，要我再签一个也是可以的。再签一个你不可能一模一样的呀、哦、对, 对, 对, 对不对？我是指这个意思。真的真的。所以呢，这么非常的精致的礼盒惊喜要来咯，因为龚俊顺利完成挑战，成功解锁了粉丝们的升级版宠粉福利，我们要上架的就是龚俊520的限定香水礼盒。这样一个香水礼盒里面会包含我们全新的 YSL 的花样香水，还有我们 YSL 的圣罗兰先锋男士香水，就今天龚俊他之前也喷过的、嗯、还有 YSL 自由之水，还有我们 YSL 的一个圣罗兰蓝色的这个傲飘明香水。就这几瓶这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我们这边里面包含了这两瓶加这两瓶。这个也是吗？这个都是，就这个香水礼盒里面、啊、对。哇塞，我们现在要上这个香水链接，就是说这个礼盒里面有这样四瓶香水，如果你买来的话，就会有这样龚俊亲笔签名的礼盒，并且还会附赠我们龚俊的亲笔签名照，全球限量就只有五份，全球限量非常非常珍贵了。我想签几份签几份。 No, 不可以，就只有五份。因为就只有这五份里面有包含这四瓶香水，都非常的好用，其实我自己都会很喜欢这一瓶，也都会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后台要准备好了，因为这个礼盒全球就只有五份，除了上面签了名，礼盒上有名字，里面还会有龚俊的一个独家的签名的照片在里面，全球就只有五份。是的，我不会再签了。对，大家就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进行秒杀了，就只有五份，你可以三二一说一下，要大家期待好，准备好手速啊，因为真的会秒抢的。准备三二一，抢起来！来上链接。真的假的？我们来上，真的假的？不是，我们来上一下，就只有五份哦，因为就只有在这个礼盒里面，你才会有龚俊的签名。你想，这盒子哪怕你以后香水拿出来，还能够放一个你跟龚俊有爱的记忆，可能是很多你啊、爱他关注他的一些新闻啊也好啊，或者他一些照片也好，你打印出来都放在这个属于你们的盒子里面。因为是在今天，在这一晚，谢谢你因为这一个缘分跟他，跟他一起，谢谢谢谢，对对对。这个盒子是属于大家的，里面的香水可以喷，里面的爱的记忆都会留在你们身边，满满的回忆。谢谢，所以你们抢到了吗？谢谢。 OK, 谢谢我们工作人员。也要再次跟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今天晚上通过我们 YSL 直播间购买香水产品，下单时只要你备注龚俊，就可以获得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定的手链一条，同时还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抽奖，赢取龚俊的亲笔签名照。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二波的签名照的抽奖啊，真的福利好多哦。来，第二波的抽奖我们要看一下抽奖口令是什么，龚俊来告诉我们好吗？嗯， YSL 反转巴黎花药香水。好的， YSL 反转巴黎花药香水，大家就是可以一起刷起来了。 好，就是我们的 YSL 反转巴黎花药香水。 YSL 反转巴黎花药香水。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刷起来。三二一吗？这个稍等，我先让大家刷起来，刷了之后我才可以来截屏，把这个亲笔签名照放给大家。 YSL 反转巴黎花药香水千万不要弄错哦。嗯，链接呢？有人问链接是不是真的抢完了链接。哦，哇，哦，真的快，大家可以到我们购物车去看，好像真的没有没有没有虚假，真的是抢太快了好吗？大家来看 YSL 的反转巴黎花药香水。好，我们来送这个签名照咯。嗯，好，来，三二一，停。 OK, 我来看一下前三位。嗯，好，第一个要恭喜这位是上了山就下不了山的山人。哇，
心情真的是特别能理解的。好，恭喜你，第二位是白甜甜的奶糖。哎，不对，你这个抽奖孔令没有，对，他只打了龚俊，没有哦，这个不行，对吧？那是没有的。好的，那第二位我们重新选择是小英1990，反转巴黎化药香水，对的，小英1990。好，第三位是 Flora 零，好，恭喜你。所以就是上了山就下不了山的山人和小英1990，还有 Flora 零丽，好，恭喜这三位，马上联系我们的后台，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OK， 谢谢，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大家。好，这一波福利又送完了，我们会保存的。哎呀，其实今天真的是时间真的非常非常有限，我们也知道，龚俊平时也真的是非常的忙。我之前其实也看了你很多的一些视频啊，你很多的一些资料，包括之前你的那本写真集1129，我也有看。谢谢。哎，我就想说，其实里面那些话，这真的都是你自己去写了之后。然后慢慢的把它集结成册。你是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1129我是，我们团队一起策划的。然后我自己写，然后团队也会帮我润润色，修改一下词语什么的。对，然后把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传达给粉丝朋友们。对呀、自己心里面最想说的话表达给大家。我真的觉得龚俊就是一个特别暖的人，就是包括我在刷小红书，我也关注你小红书，然后也关注你微博。谢谢。对，小红书上你还有一段就是治老温的那一段视频，然后当中治我温，所以呢，里面包括字幕其实都是你的字体，是你写的，对吧？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我就觉得而且是在3月21号的深夜，是的，那个是写到了几点钟？那一天晚上你写这么多话，那天晚上是挺晚的。那天晚上我写了好几版，因为可能自己不太满意，就跟写我1129最后那些字一样。写了，我自己写的不太好。但你很认真，贵在真。算是跟我，算是我与老温的一个告别吧。对。但你还有机会去拍 vlog 吗？很多粉丝会说想看你更多的 vlog 啊，会有机会的，有，期待一下，会有机会。对的，好的。其实每一个演员的这个就是角色都是自己的标签嘛，像香水的香调一样。我们也知道在今天除了我们这个巴黎反转的花药香水之外，还有一款香水，我们想知道龚俊平时用什么香水吗？就在这里，就这一款是我们的一个清新先锋男士的香水，清新版，你可以闻一下味道。是。哎，我之前拍广告闻过，非常清新，就是想，感觉，对，就这样喷，你可以喷在手腕，你闻一下，我就是像夏天的感觉，对，特别的清新，所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昵称，它就像一个什么夏天我们爱吃的，像一个爱吃的冰淇淋小冰砖，对，小冰砖，对，就特别有夏日的感觉。所以呢，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想跟所有的正在看直播的粉丝们，男香不一定是要送给男孩子，很多时候男香也可以自己用。特别是其实龚俊他自己喜欢这个香水，当你把这个香水带回家时候，你喷在身上，是不是就会瞬间感觉，想象一下，龚俊就在我身上这种气息围绕起来，就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很甜蜜、很有趣的一种结合，对不对？所以。也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了。待会儿我就想告诉大家，这里面香味它有淡淡的柑橘香，然后还加了一点的薄荷，就仿佛在夏日的海边，海风一吹就把这种清新宁静带给你。哪怕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很浮躁，很有很多烦恼，喷一下龚俊的同款香水，哇，整个世界清静了。我可以想一想此刻我该做些什么啊。是的，就是你看像夏天来了，就是非常清新大海的感觉。对，很舒适，很惬意。对，你觉得一般在什么场合会喷香水？我喷香水啊，其实我喷香水时间挺少的啊。重要的场合我会喷一喷。重要的场合会喷。对对对对，好的。那所以我们就经常说要穿香，穿香在我们很多场合的时候香水可以选择不同的味道，就代表你不同的个性了。对的。今天真的是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款香水，可以也马上加购到把喜欢的味道，龚俊的味道可以带回家。那再次要提醒我们新来的各位朋友们加购香水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备注密令，就是我们的龚俊，就可以获得高定手链。那我们马上要来最后一波抽奖给大家了，时间有限，赶紧刷起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波的关键词是什么。好，来看一看，
关键词就是我们的 YSL 美妆品牌挚友龚俊。YSL 美妆品牌挚友龚俊。好，刷起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就是龚俊亲笔签名照一张了，你要提供订单和截屏好吗？好的，来最后一波抽奖马上给大家送上。好的。好， YSL 美妆品牌挚友龚俊，美妆品牌挚友龚俊。好，刷起来，刷起来，来让我看到。好的，我们赶紧快速来抽奖。来，龚俊说三二一，来，三二一，停。好， OK， 要名字非常全的。哇，这个时候哇，我们可能要抽两次了，因为现在只来到了接到两位粉丝、okay. 一位叫做秋秋幺幺二二三三，秋秋幺幺二二三三，还有一位是俊俊子，全都发大财，俊俊子全都发大财。是是，好，恭喜这两位，是是，我们赶紧再来抽最后一 位，准备三，哎，你等一下、啊、好，好吗？可以了，三二一，开始抽名字最清楚的那一位。是的。好，嗯，这波抢。这一波抢地主的爱情故事，好，恭喜你这一位，好，你在我们最顶上面，好的，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 多加了一位啊，又是又加四张还是总共四张？总共，哎，总共四张啊，那就可以，好，顺势下面一位，那就是下面一位，好的，哎，所以他前面没有新粉抬头，是不是没有关注直播间？新粉抬头，所以我们要是不是会延续到下面一个？严选、啊、好的，那恭喜我们的木头也要笑哦，木头也要笑 也要笑哦，看得清楚吗？来，第一位是这波抢地主的爱情故事，第二位是木头也要笑，恭喜这两位，恭喜这两位，嗯，好，那今天我们的抽奖也全部都要结束了，真的福利也都送完了。所以呢，哎呀，我们真的也在今天在这个有限时间里面看到龚俊很多反转的魅力了。我想最后的时间要留给龚俊，有什么话想对守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说的？嗯，啊，确特别感谢各位，不管是今天在现场的朋友们也好，还是在手机屏幕前看直播的你们，嗯，谢谢大家，不管是老粉还是新粉，谢谢大家一直都关注我，喜欢我，我以后呢会多拍一些好作品，嗯。我会进步更多，让大家看到。嗯，我很想送你一句话，是你自己其实写给自己之前角色的。你说你的一切选择其实最终都会迎来最好的安排。是是是。所以不管你做什么选择，你爱的那些粉丝们，他会都会追随你，都会支持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能量，他们在你的照耀下，他们会觉得说，嗯，每天就会觉得会精神百倍，会有很多的爱的力量。也希望你自己可以能够一直做一个很温暖的人，很真诚的人。谢谢谢谢，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人，谢谢，好吗？非常开心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大家。对对对，希望大家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一定要自己快乐了，生活才会美好。真的是，他就是一个暖心的人。我甚至还能够看到他其实在微博当中之前有点赞过一些很暖心的新闻，包括那种就是车子上有个老奶奶，她就是一直是点了外卖送给就是一直在上下车帮助他的人，他最后但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世界。你会无意中，我会点赞一些。是的，真的是这样。我要赶飞机了。他是真的要赶飞机。我就想这样一个温暖的人，他舍不得离开大家，所以最后我们要感谢龚俊，谢谢你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主持人。啊，谢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谢谢来到今天守候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有爱的粉丝们，你都棒棒的。谢谢，我们要跟龚俊拜拜了，拜拜，你可以先撤，下次再见哦，嗨拜。拜拜拜拜拜拜，走了。对，飞机了。这个温暖的光。